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，小人反之。大家仔细想想，这里面有多么深刻的道理呀！二闹，我说话你老冲我点头干什么？先生讲得好，我用点头赞美赞美你。我就不用你赞美了。哎呀，阿T，你来说说什么叫成人之美呀？君子是大人的事儿，没小孩什么事儿，所以君子是成人之美。你坐下吧。先生，不行，他上课睡觉。君子成人之美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你的意思是说我要把他吵醒，那我倒不是君子了。然也。先生，小花每天帮他爹干活干到很晚的，所以才在。哎呀，不行，我还没打呢，你怎么就哭了？我没睡觉。你没睡觉，那刚才你趴在这干什么？先生，我有的就想哭。有什么心事？我怕。你怕什么？是不是晚上你们家后院的坟地里有王？好了，快说，你怕什么？我奶奶生病，快死了。乌鸦！阿T，小妮子，我从来就不敢，不拿你当回事儿，不拿我当回事儿，是不拿你。不当回事儿，我奶奶病得很厉害，只有你能救她。我又不是郎中，我怎么救？虽然你们家有些银子，借钱那就算了吧。不行不行，我爹说这年月要站着借钱，跪着要账啊。我不是向你借银子呀。哎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借比银子还金贵的东西啊！你借珠宝首饰啊？那我可做不了主。只借又不是不还给你。杏花，你说你到底要干嘛呀？爹去了道观问大师，去病消灾之法。大师说说什么？是用男孩子身上的，需要阿T这行做药引子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屠夫的儿子要动刀啊！是用阿T脖子上那我宁可开耳朵。是你脖子下面的白玉长命锁，若是能将白玉锁在奶奶枕头下放一眼，奶奶的病就会好。还真新奇，这玉锁能有这等用处？我奶奶有病有灾什么的，都听道观里的道士指点，可灵验了。太没意思。阿T，我以前怎没发现你有个玉锁呀？我一猜阿T就不肯借。不是我不肯借，我娘说了，这玉锁呀不能离身，玉养人，人养玉，这是古来君子之风，玉能消灾保平安。俗话说，活人不能让尿憋死，你就借我一天，能憋死你吗？哼，不是说话，你听我说，不是那样的。你就借给他吧，这玉锁呀，我连洗澡都不摘。杏花奶奶有病，我阿T不是也难受吗？可我娘每晚要给我洗澡，要是发现玉锁不在身上，还得找杏花把这玉锁要回来。这玉毕竟是身外之物啊，我可是文曲星下凡，将来啊，定是争状元的材料。如果这玉锁离了身，那没准什么？没准文曲星啊。就变扫把星了。二闹兄，我知道你要跟我讲何事。哎呀，兄弟，你不就是脖子底下比我们多一块玉吗？就不能借给杏花？二闹兄，你这样吧，你若是将你的白玉缠命锁借给杏花，没事我送你半个丁上饼吃，如何？丁上饼是老兄你所爱，小弟岂敢夺人之所爱？那你说吧。怎样才可以把你的玉锁借给杏花？我可是答应帮他借了。这事咱有商量，有商量。哎，二少兄，你这小辫子是何时留下来的？从我来到人世都留着它了。
我爹说呀，这里有胎毛是不能剪的。嗯，那时候绣花问你借这小辫子咋办？哎呀，那哪行？我爹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谁也不能剪。嗯，那如果偏要剪呢？那就等于要了我的命。我娘说，屠夫人家一辈子杀生，那小孩不好养，那小辫子也不敢乱动。哎，还是的呀，我的玉锁跟你头上的小辫子一样。要是借给杏花，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，你可就失去了一个好兄弟啊！啊，兄弟，我不能没有你。二郎没把事情办成功。你说什么？我奶奶从小疼我，扶着我学走路，教我学道理。我觉着奶奶比爹娘还亲。那你奶奶生病了，你一定十分伤心吧？先生讲过，古人介子推割大腿上的肉给猪儿炖汤喝，救了金公子一命。要是能治奶奶的病，杏花我也肯这样做。你不怕疼？问题是只有阿吉的玉锁能治奶奶的病，我的肉再好治不了奶奶病啊。杏花，抱歉，阿弟他不肯把玉锁借给你。那铁上饼呢？哎呦，在这儿呢。哎，给我呀你！别跑！哎，杏花，哎呀，芊芊，谢谢。我的铁上饼，你给我吃一口。你爱吃肉馅的，我们这是桂花冰糖馅的。那我也爱吃。事情没办下来，你好意思吗？哎呀，你让我尝一口，我又没吃过桂花冰糖馅的。对呀，就让他尝一口吧。一说我让我爹给你借。啊？不如猪肉馅的好吃，没有油水。没良心的你，白给你吃了，还说便宜话。吃点啊，爹，女儿就求求您了，你就出手帮帮杏花吧。阿嚏平时不是很听您话的吗？就是相公，娘子有所不知啊，这杏花奶奶啊，年事已高，得点小病小灾本属正常，可是她有病乱投医，听道观里的道士瞎说。哎呀，逢庙就烧香啊。芊芊，你爹说的有道理啊。杏花是从小到大都是被奶奶带的，她现在一心想救她奶奶，你就帮帮她好不好？对了，杏花啊，现在是闷闷的，满脑子怪念头，这都是她奶奶经常跟她说那些妖魔鬼怪的故事有关系。爹，杏花不是经常帮你把学堂的椅子擦得干干净净的，你一到她就帮您添茶续水的，比我们都乖。哎，对啊，先生，您不是常说君子成人之美吗？是啊，是啊。哎，对了，你那个君子成人之美是不是就让杏花在课堂上睡大觉啊？我还没跟你理论呢。筷子放下。人家东郎说的没错，君子成人之美。你天天满口知乎者也，像个谦谦君子。你再做点君子的事儿，就更像君子了。娘子也是这样认为？当然了。哎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明天阿嚏一来，我就让他把玉锁拿出来帮助杏花。他奶奶。啊，吃饭吃饭吃饭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快吃光了。再来一点。今天在上正课之前，我想给大家讲一个贝的故事，愿不愿意听啊？愿意。好，俗话说呀，黄金有价，玉无价。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这个宝贝就是玉佩。先生，阿弟脖子底下戴的玉锁算不算？算不算，咱们暂且放在一旁。但是为师知道，古之君子必佩玉。误会呀！所谓幼稚绝，左公羽。什么叫幼稚绝左公羽？哎呦，那古人佩玉是非常有讲究的，要成串的玉佩，那是叮当作响，十分好听啊。左边叮铃，右边当啷，叮铃当啷，叮铃当啷，甚是悦耳啊。呜呼呀！呜呼什么？我最重要的还没有讲呢。呜呼呀！哎，那讲究的是君子比德如玉。先生，除了阿嚏以外，我们每个人都没有玉锁，是不是我们都不是君子啊？然也，不然也。我刚才就讲过，
黄金有价，玉无价。那美玉要是配在君子的身上，那比黄金还贵重；如果配在小人的身上，那就一文不值了。哎，先生，那要是戴在我阿嚏身上呢？阿嚏，我正要跟你说呢。你看，杏花的奶奶病了，需要你的玉锁放在奶奶的枕头底下去病。你看，你是不是拿出来？哎，这个有商量，有商量，还商量什么呀？哎，阿嚏呀，以前我就说过，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，对，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。这里面的道理你可曾明白？这我可知道。哦，杏花的奶奶就是我二闹的奶奶，也是我的奶奶。好，也是我的奶奶，对对对，也是我的奶奶。哎，知道先生的意思了。若是我奶奶病了，需要我的玉锁，我就会借给她；不借给她，我爹会打我的。对，好阿嚏，真是好阿嚏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拿出来，那你才是真君子呢。先生，您得夸他两句，让他快点把锁拿下来。哎呦，阿嚏真是君子成人之美呀。君子彼得如玉。君子无故玉不去身。哎，我先生，您这最后一句是啥意思？意思是说，君子视玉如命，只有人死了，玉才能离身。啊，先生，东王所说，可当真呢？然也，但是拿着玉锁，我肯定不会借了。君子无故玉不去身。我白忙活也。杏花，你真是的，阿嚏都肯借了，你还让我爹多说两句，这会儿说漏了吧？啊，怪我乌鸦嘴。哎，先生先生，找我何事啊？哎，君子成人之美吗？先生，君子无故玉不去身。君子成人之美。君子无故玉不起身。没有商量啊？哎，有商量，有商量。让我看看。果真是好玉，美玉。你要好好保管，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好好珍惜它。将来可以传给子孙后代，价值连城啊。不过我这儿嘛，也有一个。先生的长命锁是银子打的。哎，这是我娘留给我的。哎，先生的娘就是先生的师奶奶了。对对对，我娘给我这个锁的时候说，要戴上这个锁可以长命百岁，去病消灾。你看为师现在身体这么棒，确实管用啊。果然是好锁。我觉得没有你的锁好。哪里，还是先生的好。果真是先生的好？然也，然也。那干脆先生豁出去了，咱们俩兑换一天，互相戴戴如何？有商量。还商量啊？还商量啥呀，换锁。好。哎呀，给你这个我拿下。哎呀，都出来吧。呼呀，没想到吧。杏花，赶快把这玉锁拿回去，放在奶奶枕头下面，快去。先生，杏花真的不敢相信是真的。哎，芊芊，掐我一下，看疼不？哎呀，你自己咬下舌头多好。好了，行了，你快去吧，去吧，快去。杏花，赶紧去呀。去吧。先生，杏花奶奶枕着阿嚏的玉锁睡觉，管用吗？这个为师倒是不好说，不过杏花奶奶年事已高，头下枕着一块玉锁，说不定能安生些。哎，其实道观里的道士的话可以信，但是不能迷。我们生了病应该找谁呀？郎中。然也。杏花，你奶奶见到那玉锁可曾欢喜？奶奶不在了。呜呀！真没想到，
你奶奶她老人家这么早就过世了，她上山了。上山？追她的芦花母鸡去了。本来今天一个假个蛋。你等会儿，我没有听懂，你从头再给我说一遍。我听你话的意思好像是你奶奶的病好了。然也，没有这一所，奶奶的病也好了，一所不灵验。然也。我是瞎子点灯，白费蜡呀！先生，阿嚏还是君子吗？当然是，君子成人之美嘛。所有帮助过杏花奶奶的人都是君子。哎，杏花，你说呢？然也吧。妈都放学了，快点出去玩吧。哎，杏花，你看这都什么时辰了，你才来啊？我奶奶又病了，你们可要帮帮我呀！哎，君子成人之美，给放在你奶奶枕头下面，保你遇到病除。爹去了道观，道士说，这回只要有一双男童的鞋子放在奶奶枕头下面，奶奶的病就会好。不呀，君子成人之美，哎，我的鞋让你。给我的比东郎的好，我的你们俩的都不行，还是阿闹的鞋子好。我们都是童子，为什么要他的不要我的呀？是啊，阿闹的鞋又臭又脏，搁在你奶奶枕头底下，那没病也给熏出病来了。人家道士讲就要捧鲁多的童鞋，越脏越破越灵验呀。先生还有大脚趾顶破了两个洞的，那就更好了。这说的就是二闹的鞋。二闹的臭鞋赶上济公的神鞋了。对呀，二闹整天上坟下河，又跑又跳，他穿鞋最废了。对，我刚才又打了好几个喷嚏，肯定又有人在背后议论我了。哎，二闹，快把鞋脱下来，给杏花奶奶治病。快点！你真会找时间呀！我刚换了新鞋。啊！吴大爱，我是俊子，就成人之美了。哎，二闹，你的鞋呢？这不就是我的鞋吗？又不是新鞋，我们要你的旧鞋。旧鞋？对，昨天换了，我娘说太旧，不要了。别不要啊！有大用。别！我担心奶奶不会挺不过去吧。杏花，你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吗？先生讲过呀。我看你就是有事儿自往坏处想。奶奶说过，命走十步远，不走一步险。险什么呀？杏花，二闹，你终于来了。杏花，拿去吧，咱二闹也成人之美。这是怎么这样了？这就是我的旧鞋呀，我回去跟我娘说应该成人之美呀。娘怎么把这都洗了呀？哎呦，成人之美呀，总不能把臭气熏脏的鞋给你奶奶吧。我的命好苦啊。哎呦，我的鞋，说清楚了呀，等我把这双鞋穿旧了，哎，怎么也得一个月呀。是啊，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。办法倒是有一个，快说，只能抓紧时间磨鞋啦。二闹，你都没劲了，赶紧让春之美回来。好，阿嚏，现在真有味儿了。你别有脚气喘给我呀。哎呀，成人之美还想这么多，快穿快磨。娘子，还是你细心呢。哪呀，还是相公想的周到。快磨呀。平时阿嚏手脚缓慢，今日怎么健步如飞呀？成人之美嘛。阿嚏，让我来，我也要成人之美。你不行。阿嚏，不要快呀，我跑吧，我跑不快呀。那你也不能。哎呦，阿嚏，让我也成人之美吧。不行，
哎呀，停停停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杏花他奶奶又病了，我们在成人之美。对，你们这怎么能成人之美呢？还能救些。哎呀，杏花，为师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您奶奶的病已经好了。啊！先生给她请郎中了。啊！那郎中用了针灸，你奶奶已经起床了。啊！我们出来之前呀，你奶奶已经上山追芦花鸡去了。啊！孩子们白忙活了。是啊。学堂北，学文头。